教你读懂女友的潜台词。宝贝，你干嘛呢？你在干嘛？等于我无聊了，陪我玩。哦，我要准备出去打会球。去吧，等你敢去你就完蛋了。我突然想到那边新开了一个商场，咱俩去逛逛吧。哎呀哎呀哎呀！也先画歪了，宝贝。画歪了等于不想去了。求你给其他人一点活路吧，你画歪了都这么好看，你画好了就得上天啊。那我不化妆等于夸我素颜吗？当然可以啊，不化妆特别青春可爱。我饿了，那走啊，我们去吃饭。那火锅烧好热量，你想吃哪一个？想吃哪一个？等于让你选第一个。我想吃火锅。走吧，那听你的。听你的等于听我的。走。吃饱了吗？我没吃饱，但我不走。哎呀，刚刚量太小了，我都没吃饱，你肯定也没吃饱吧？要不然咱俩买点零食回去。我最近都胖了，走我瘦。你没事吧？你最近都瘦多少了？你再瘦就脱相了。你再说了，这种口味我还没吃过呢，你就给我买个尝尝呗。那就买一个尝尝吧。